这个前面这个，前面这个，这边老狠了，兄弟们，那个灵异了，我操他妈的！这个兄弟们，这个注意安全，下雨的，没等到地方，身上浇透了。欢迎我直播间说的好朋友们，什么叫唤？听到啥人叫唤没？我操你妈的！什么叫唤？我操！癞蛤蟆！我寻思我这什么玩意儿杆儿呀，这踩他妈癞蛤蟆上了，这啊，就这时候出兄弟们，那是金蝉，那意思我今天晚上要发财呗，要有一笔横财呗。等会儿啊，行，把鞋带系上。你叫啥？不是，我那意思，瞅着，我踩这逼玩意儿踩的跟粑粑似的，看着没？谁来换我替阿哥啊？呼他妈我一脚啊！这啥玩意儿呢？蛤蟆上身了，你这上身了呢？这时候没来过啊，兄弟们啊，我没来过啊，啥故事？闹鬼呗？啊？哎呀，这边应该是小孩玩的。有没有英灵啥的？欢迎师妹姐，欢迎李雨峰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啊！对对对，我下的蛋，我下的蛋，老铁们，这他妈啥也没有啊！希望今天晚上会有奇迹发生啊！希望今天晚上会有奇迹发生。哎，我操你妈的，这是漏雨了。什么玩意儿噼里啪啦的？欢迎神秘人我哥啊！太安静了，太他妈安静了，兄弟们，啊！凑凑数，对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我是鬼。
我是鬼。啊？人都没有。啥？你就啥值钱的东西咱也不能碰啊，对不对？你死鬼，我是你们的死鬼。哎，死亡高跟鞋，死亡那高大平底鞋啊，死鬼！妈的，比这么安静呢，这地方啊，兄弟们，别乱捡东西，没事儿。欢迎我兴隆仙儿，哥哥姐姐们有眼镜的往后走一个，家人们。哎，哎呦，兄弟，没在天津，没在天津。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，啊？谁呀？哎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嘘嘘，谁呀？谁呀？哎呀，哎呦我操，这回我眼睛没坏，兄弟们啊，这回我眼睛没坏。谁呀？啥样的是我自己呀？我在这，我这不给你们直播呢吗？家人们，不可能是我。这地方没死过主播呀？这地方没死过主播呀？哎，等会儿，叔叔，等会儿啊，我先看一眼。哥哥姐姐们，今天下车早，有那土拨鼠，有那个眼镜的，帮着走一走，家人们，有小礼物帮着走一走，兄弟们啊。哎，搁那溜达呢。啊，搁那溜达呢，兄弟们，你谁呀？
外边人不对啊，走路不对。整看看，家人们戴个头来，兄弟们，有眼镜戴个头，家人们。感谢天涯哥，后面的哥哥姐姐们，支持一下家人们。谁呀？感谢杨弟，不能救我就是俩朋友，兄弟们。啊，有土拨鼠的走一个，兄弟们。感谢旭哥，感谢我青龙仙儿，在这儿呢。谁呀？这是啊？等会儿啊，再走过来，我直接冲过去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啊，再走过来，我直接冲过去。来了，过来了。过来了，你进来呀？是不是死的保安呢？不知道啊。不过来了，看到没？一直给这边晃悠，兄弟们。过来了。过来，马上要冲过去了，家人们啊！等他走到中间的时候，我就冲过去，兄弟们，我看他是谁啊？是野鸡不？什么叫唤？没有脚印，兄弟们，没有脚印。听哨叫唤没？啊？什么叫啊？老弟们听到的扣个一，兄弟们，就这声。啊？这什么玩意儿叫啊？这不像是野鸡呀、啊！欢迎蛙师姐啊！也不是青蛙，也不是癞蛤蟆，听到没？什么二秀啊？别他妈掉下去！啥玩意儿叫啊？啥也没有啊！我操你妈！太吓人了，这叫的呀！欢迎文件，走进屋来，里边更狠。哎呦，兄弟，里边更狠，家人们啊！手游机都焦丝了。操你妈的，我有点害怕了啊，兄弟们，我有点害怕了，兄弟们，操你妈的。
不到啥时候效果啊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家人们，谁呀？就是你自己，我还活着呢。躲在这里冲出去，等会儿啊，看他还出来不？来，哥哥姐姐们有礼物的支持一下，哥哥姐姐们，啊！操你妈！该叫兄弟，不知道啥时候叫我兄弟们啊！哎，我操！哎呦我的你妈！我操陆平兄弟们，陆平！我操你妈吊死鬼兄弟们，吊死鬼！我操你妈吊死鬼兄弟们，操你妈往回去呢，往回去呢，兄弟们，操你妈的吊死鬼兄弟们啊，吊死鬼，操你妈的，别打名字啊，别打名字啊，别乱打名字，兄弟们啊，走，兄弟们上去来，没有头，有脑袋，有脑袋，家人们，哥哥姐姐们有礼物的赞个榜，家人们感谢 S 啊，谢谢兄弟们啊，理性请一众，兄弟们围动一下公屏，我上去，老铁们，估计有好几个，你没发现今天晚上这里特别安静吗？啊，你没发现这里面特别安静吗？谢我一半醉了，兄弟们有幸运礼物一起走一走，家人们好，给客人提提胆，没什么好事，安静安静肯定没啥好事，兄弟们啊，安静肯定没啥好事，操你妈的，走上去来，操你妈的，何方妖孽，何方妖孽，速速给我刷点礼物，不是，速速现出真身，感谢旭哥，紧张紧张了，家人们不好意思，紧张了，哦，文件哥紧张了，是不是这里面业主啊，不知道啊，我操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这脚咋的？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别怕别怕兄弟们啊，别怕，冒烟了，出瘴气了，兄弟们啊，出瘴气了，家人们啊，出瘴气了，不好，嗯，太狠了啊，家人们出瘴气了，哥哥姐姐们有特效带个头，兄弟们，操你妈，出瘴气了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啊！谢谢我大哥，家人们啊，我感觉给我的第六感啊，兄弟们，如果我上去，我怕他给我推下来啊，给。
给我的第六感，家人们啊，如果我要上去，我怕他给我推下来，家人们。来了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，兄弟们？操你妈的！该修威了，来，有的你过来，来，有脑袋有脑袋，应该是个吊死鬼，兄弟们啊，有脑袋，家人们，来，有的你下来，来，诱惑你上去，啊，他得引诱我，家人们啊，他得引诱我，兄弟们啊，我上去来，该威仔啊。老铁们记住啊，所有的鬼神如果他要是个实体，兄弟啊，就是有东西附在上面的，兄弟们啊，认为贺说对的扣个一，你们不是看着我一天两天直播了啊，就即使他是件衣服给天上飘着，兄弟，如果要是没有灵体附在上面的话，兄弟，他能飘着吗，家人们？老铁们，老贺说对扣个一来，兄弟们啊，贺说对扣个一啊。我上去，兄弟们啊，我上去。这只是刚刚开始，老铁们啊，上面啥样我还不知道。你下来来，你下来来，嗯。啊，走走，兄弟们啊！操你妈的啊！你等我啊！改右城南，欢迎我直播间收导播们啊！我过来看看，我不怕他，家人们啊！我有这么多老铁，我不怕他，我找他去了。什么？我操你妈！啥时候跑这边的呢？操你妈！等我来，你等我啊！在哪边上去？老铁们，在哪边上去？刚才给天上飘了呢，兄弟们。你妈的，这儿，这，别怕兄弟们啊，别怕，直播间说的哥哥兄弟姐妹们，朱燕燕，飞哥，欢迎我直播间说大风，别怕，都他妈是幻觉啊，都他妈是幻觉，欢迎飞天都欢迎我这位说老婆，感谢阿四姐，下面在这屋。下面在这屋，这回可能就害你，我有点迷糊，家人们。我有点迷糊，兄弟们，我真有点迷糊，家人们。
晕晕沉沉的，兄弟们，后面有人给打的。在哪儿呢，家人们？好压抑，太压抑了！我操你妈，兄弟，我肯定不怕他，家人们啊！哎，你们谁谁？给自己壮个胆儿。就在你身边有烟儿呢，跟哪来烟儿呢，兄弟们？在哪儿呢？有人吗？你是横死的还是横死的？还是吊死的？还是让我气死的？啊！哎，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，谁也没有坏。谁没有坏，兄弟们？操你妈！吓死我了！门关上干个鸡巴门！门关上干啥呀？门呢？门关上干个嘚儿啊？门呢？操你妈的！欢迎我与你相识大哥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啊！能有撒一谎不是人，兄弟们啊！听着。有动静，有动静，兄弟们，啊，我有点迷糊，我有点迷糊，兄弟们，对面，就是老天有一种上不来气的感觉，兄弟们。真的，家人们啊，先下雨没事儿。对面啥也没有啊！操你妈，这里面瘴气这么大呢？啊，瘴气这么大呢？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别给我推，兄弟们啊！别给我推下去，有点危险。不知道想干啥，兄弟们啊！不知道想干啥，老弟们，这里面这么破，老弟不可能有一点电，兄弟别过去。走，咱们过去看看来，兄弟们，咱们过去看看。我操，不对，我从这走啥呀，家人们？不对，我操！我操你妈散了！我操！
哎，有个人，兄弟们，有个人，兄弟们，干啥？哎，就一个，看这吧台底下有个人，兄弟们，有个人，看着吗，兄弟们？找他去来，操你妈，从哪下去？楼道里面卡了，给们。楼道里面卡，楼道里面卡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现在卡吗，老铁们？现在卡吗，家人？不卡的扣个一，好朋友们。啊，不卡的扣个一，家人们。操他妈的，太吓人了，兄弟们！我真迷糊了，兄弟们啊，我真迷糊了。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，家人们。啊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有奖的重点奖，家人们有点害怕了，啊！有人给打呢，在哪儿呢？啊！在哪儿？在哪里，家人们？外面下雨呢，老铁们啊，没人洗澡。啊，我过去，我过去看看，我过去看看。我上面有点迷糊，兄弟们。啊，在哪儿呢，家人们？我咋啥也没看见呢？我看这怎么回事，我看这怎么回事，家人们，我看这怎么回事。后面上方没事，不用怕的啊，不用怕的，家人们，我看怎么回事啊，家人们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我就要这一蕊行，就行，家人们啊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给客来一个土拨鼠，家人们。我看这灯着，感谢金一哥，感谢阿紫姐，感谢我杨弟儿。直播间说的哥哥姐姐们，有土拨鼠的走一个，家人们。直播间说的哥哥姐姐们，有土拨鼠的帮你贺弟走一个，家人们，谢谢了。哥哥姐姐们，有土拨鼠的帮你老弟来一个，别怕，兄弟们啊。后面的好朋友贺家军说的老铁，是个青龙，瘴气，家人们啊，瘴气，我上不来气了，兄弟们，我上不来气了。操你妈的，我看这家怎么回事，奔我来了，瘴气奔我来了，啊，这瘴气全奔我来了，家人们，奔我来了，操你妈，这里面不少啊，看着没？戴口罩没事，哥。你说话自己，这里面不少啊，家人们。何方妖孽，速速现出真身来！
来，有什么冤情啊？前面公社，有什么冤情跟我说，我帮不了你。啊，看看这灯怎么亮的，兄弟们。有什么冤情我也帮不了你啊。老铁们，全是瘴气呀！为什么这个瘴气这么臭呢？老铁们，啊，这个灯是怎么亮的呢？家人们，刚才就在这地方有个人，兄弟们，出来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谁点的？啊？欢迎我林弟，谁点的？后面不怕的家人们，不怕，不怕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不对，兄弟们，绝对不对，家人们。绝对不对劲，兄弟们。看不见我吗？又看不见我了吗，家人们？又他妈看不见我了吗？啊？又看不见我了吗？兄弟们，看不见我了吗？啊？老铁们，我知道你们爱开玩笑，兄弟们，我知道你们爱开玩笑，兄弟们，别吓唬我，兄弟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下来，危险！别上面飞了，下来！危险！危险！操你妈！你担心一下自己吧，呵呵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还得上去，兄弟们啊！我还得上去，兄弟们，
我还得上去抓他啊！我还得上去抓他，家人们，不对劲儿，别去，必须去。行，知道了。啊，我现在我一会儿就走，播一会儿就走啊，我播一会儿就走，行不行？没事没事，我播一会儿就走啊。我不会儿他走，我家就这儿的啊，我家就这儿的，啊，是我玩会儿没事啊，不用惦记大爷啊，不用惦记，和谁说话呢？和一个大爷。啊！你们听不见他说话吗？你们听不见？出去了，大爷出去了。老你们是大爷的扣个一，不是你们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没不是。没听到大爷说话吗？你是在和鬼说话呢？别闹，大爷，我不上楼，我不上楼，没事儿。嗯？上面那是你闺女啊？啊？你闺女搁那干啥呢？没事，大爷，我上去啊。你跟我一起上，那也行。他说他跟我一起上，家人们。感谢天涯哥，谢谢天涯哥。哪里有大爷？就搁我旁边呢，家人们，这不就搁这儿呢吗？这不就搁这儿呢吗，家人们？我再次上去，家人们，大爷非得跟我一起上去，啊、哦！大爷非得跟我一起上去，家人们，操你妈！看看看，兄弟们看，我是你们贺弟，老铁们，我是你们贺弟，哥哥姐姐们，别上去，我必须上去，必须上去。操你妈！我必须上去，干什么？我上去，上去。他让我跟他女儿唠嗑，他让我跟他女儿唠嗑，家人们。啊！我上去，我上去，我上去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大爷，啊，唠嗑鸡毛啊！不是你们真听不着他说话吗，家人们？他都知道我在直播，别去。老铁们，去的扣个一，不去的扣二，来，家人们。他得引我上去，兄弟，他让我上去。他说他闺女有事找我。
他说他闺女有事找我家人们。去的扣一，不去的扣二，家人们。你说啥一呀，大爷？你说啥一呀？我跟老铁们说话呢，我哥哥姐姐们说话呢，我没跟你。家人们啊，既然我直播间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我必须得去让大爷现真身。没有大爷，他真跟我说话了，家人们，他真跟我说话了。大爷说了，说他闺女在楼上呢，有事要找我，啊，有事要找我。家人们，我得去，好不好？上楼梯这一段啊，肯定会卡一下，家人们。我直播间有这么多哥哥姐兄弟姐妹们关心我，我没有理由不去呀，家人们，我没有理由不去，家人们。躺播吗？我啥播都行啊，我出不了事，我有你们保护我呢啊，不去，没事，强哥，家人们。大爷，是你闺女不？她咋没啥好笑呢？我感觉你闺女没憋啥好屁呢。别去了，没事，小妹儿，星小妹儿，我咋感觉你没憋啥好屁呢？你闺女呀，不咋正经玩了呢？啊？家人，我卡一下啊，兄弟们啊，上楼梯的时候可能要卡一下，家人们啊。他闺女没憋啥好屁，兄弟们啊，没他妈憋啥好屁，兄弟们啊，没正经笑，兄弟们，比我笑都不正经，兄弟们，操你妈的！你别跟着我大爷，你搁这待着啊。你这待着啊，你这等我，你上前面等我，大爷。哪里有大爷，一直在我旁边的，家人们跟我说话呢吗？你们都没听见大爷跟我说话吗？大爷让我上去啊，大爷让我上去，说他闺女是好人，长得非常漂亮，然后呢说跟我说点事儿。我说完这根烟我上去啊。啊。不知道说什么事儿，反正他说让我上去跟我说点事儿。虎逼，我叫虎逼鹤，家人们。我必须给我家老铁播点真实的东西，家人们。啊。入洞房，跟谁入洞房？他说他下不来。大爷说他腿折了，哦，腿折了下不来。他让我上去。拿你配阴婚，走，
走，家人们来，直播结束的好朋友们，啊，哥哥姐姐们在的扣个666，兄弟们，我他妈感觉没憋啥好屁呢，啊？我咋感觉你没逼上好屁呢？你给这丫的呀！我上去，家人们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！上楼上更好玩，必须的哥，我上去，一会儿可能卡一下，兄弟们啊！这里面磁场特别不好啊！老铁们啊，老铁们，我感觉谁拽了我一下，应该是老仙家把我拽过来的。兄弟们啊，应该是老仙家把我拽过来的，家人们啊，老仙家把我拽过来的。操你妈！你不是好玩愣啊？你不是好玩愣啊？听笑声，声音20多岁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好逼玩愣你呀？啊，你们没憋啥好屁呀？20多岁啊！操你妈的！我上来了。哎。老铁们，我知道了。家人们，我他妈知道了。兄弟们啊，我跟你们说出来，你们别怕啊。家人们，我知道了。想知道的扣个一来，兄弟们。我蹲着说，老铁别给我推下去啊！想知道的扣个一来，家人们，我知道了。操你妈的！这老逼灯啊，底下那大爷没安好屁啊，这女的也没安啥好屁，兄弟们啊，这老头啊给底下玩灯，然后把我引楼上来，整个小包间儿，操你妈，我还处男呢，你给我整个小包间儿，完他给底下玩灯，兄弟们，啥意思啊？这是，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！我都土埋半截的人了，咋还有这艳遇吗？客不能给他，我的裤腰带我都勒紧了。啊！感谢我游客，我哥啊，我裤腰带我都勒紧了，家人们。不对，兄弟们不对。
说上哪个房间里肯定不对啊！忒幽默了，真的哥，老头搁那玩灯，兄弟们啊！操你妈的，看着没？这老头发功呢啊！看着没，兄弟们，那灯老铁们晃悠了，晃悠了，看着没，家人们！操你妈，不是没安啥好屁！走，老铁们，咱下去看看来，兄弟们，哦，咱下去看看。哎，我操你妈，我搁这儿走啥呀，兄弟们，咋的了？不对呀！哎呦我操！我差点没走回去，家人们，我差点没走回去。他让我往那边去，啊！大爷刚才说让我往那边去。听着大爷说话没，家人们？他让我往那边去。啊，在这边房间。啊，在这边房间，然后有个窗户，从窗户过去，啊，就到另一个房间了。啊，他去那房间等我呢，兄弟们。真的，家人们啊！哎，这地方好啊，老铁们，这地方咋还有个阴道呢？不是暗道。暗格，听见各种脚步声，我也听着了。啊，就在前面的房间啊，在前面的房间，他让我翻窗户过去。啊，不是，老铁们，我没笑啥，我笑了吗？啊？这大爷让搬过去啊，这女的就在那屋。我说点话，家人们，就在前面的房间，老铁们啊，就在前面的房间，让我走过去啊，让我走过去之后。然后在里面等我呢，兄弟们，翻一个窗户，兄弟们，啊，翻一个窗户，兄弟们就过去了。他在里面等我呢，他有话要跟我说。哪个房间我不知道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应该就是这房间了，家人们，啊，应该就是这房间了，兄弟们啊，哎呀。翻个窗户就下去，对，翻个窗户就过去了，家人们啊，美女啊，你要在里面的话，你扣个一，不是，你现个身。他说了，哎，看着没，兄弟们，看着没，兄弟们，哎，真有，不一定是坏事，兄弟们啊，不一定是坏事。他兴许告诉我这里面有宝藏啥的呢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听他的啊，进里面屋啊，第二个窗户，推开窗户，然后直接迈过去啊，里面就是一个那什么，这女的就在那屋。家人们，12点了，帮我占个榜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帮老弟占个榜，家人们行不行？帮老弟占个榜，我进去来。直播间说的哥哥姐姐们，帮老弟占个榜，12点了。嗯，感谢我兄弟的眼镜。翻过去就真过去了，我看看去，老弟们啊，第二个窗户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第二个，家人们。翻过去啊，他说有另一个房间。啊，把这窗户打开，翻过去有另一个房间。家人们，有另一个房间。欢迎我天涯哥，欢迎我云儿姐。他说里面有房间。啊，他说里面有房间。他说里面有房间，等会儿啊，我看怎么回事。他应该就在里面呢，老铁们啊，他应该就在里面呢。老头跟我说的吗？老头跟我说的吗？看着没？他真在里面，看着没？里面真有房间，兄弟们啊，里面真有房间，看着的扣个一，家人们啊，看着的扣个一。家人们看着这扣个一啊，里面真有个房间，兄弟们，没给我旁边，没给我旁边，家人们，看着这扣个一，哥哥姐姐们，啊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新来的哥哥姐，没有关注我的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嗯，再看一下，他就在里面呢，那他妈是在你后面，没有，我不是在我后面。你看着没？他招手呢，招手向我进去呢，看着没？啊！我后面没有，家人们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，哎，能开开，能开开，能开开，家人们啊，啊。能开开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，来，家人们，我过去啊。我过去看是不是？没在我旁边啊！哥哥姐姐们，准备好你们门票，家人们支持一下。准备好你们的门票，哥哥姐姐们支持一下。都回来了吗？对面就有房间，对面就有房间。老铁们，对面就有房间，家人们，欢迎我直播间说的哥哥姐姐们。我先去了啊，老铁们啊。一会儿我真有保障啥的，我分你们一半。嘿，这，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我操，不对呀！骗我的，骗我的，家人，骗我的！
我操你妈！怎么回事，家人们？怎么回事，家人们？我操你妈！怎么回事，哥哥姐姐们？不对不对，家人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对，老铁们，前面不对，家人们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回来啊！前面绝对不对，老铁们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回来，没有关注的给我点个关注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撤不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么多老铁们陪着我，撤不了，家人们，这么多老铁们陪着我，撤不了，兄弟们。都干！我怎么回事？哎呦我操你妈呀！我操，给哪掉来的，家人们？哥姐们给哪掉来的？操你妈！他迷我，兄弟们！啊，他迷我！他迷我，兄弟们，他迷我，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操！抓我来了，家人们，他出来抓我来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兄弟姐妹们，他出来抓我来了，欢迎你们回来，我是个男的，对，都假的，老铁们，全是幻觉，全是幻觉。操你妈！这女的长得挺胖啊，兄弟们，大体格子，啊，得有180多斤。兄弟们，这女的长得得有180多斤。哎呦我操！我操你妈！谁打嘴巴呢，兄弟们？啊？不是，就80多斤儿。我说，就80多斤儿，没有180多斤儿，就80多斤儿。操你妈！咋还不乐意了呢？啊？他咋还不乐意了呢？大爷不爱听了，还谁不爱听了？你啥时候上来，大爷？他让我去，大爷让我去。他说的，他闺女要有事跟我说。不是你们真听不了大爷说话吗？他让我去，肯定不会后悔，说，肯定让我不会后悔，家人们。你们真的听不见吗？那为什么他说话我能听见呢？大爷能信个真身不？大爷，你能信个真身不？对，你出来，大伙儿让你看看，让大伙儿看看。你被鬼迷心窍了。走，操你妈！我看怎么回事？家人们啊，我看怎么回事？家人们啊，我看这房间里怎么回事？妈的逼，我都不信了！我操你妈的！我翘你弯的，我都不信了，邪了，兄弟们！我们看不见。他女儿死这里了，给我的感觉啊，家人们，给我的感觉啊，应该也是他闺女死这里了啊。他想让我上来，
想干啥？想害我？老娘们，他想害我！是不是？他想害我家人们啊！真有大爷吗？他不现身呢，他就让我过去啊，老铁们。他就让我进那屋啊，第二个窗户进去之后，然后他闺女在里面等我呢，然后有话还跟我说。欢迎我直播间说的哥哥姐姐们啊！我他妈想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我先看看怎么回事，家人们有土拨鼠的帮和他走一个来，好朋友们，老弟就要一堆礼物，兄弟们啊！我现在跑出好几百公里，家人们，感谢我杨弟后面的哥哥姐姐们，有眼镜土拨鼠的帮和他走一个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现在全是我贺下去，老铁，来，兄弟姐妹们就要这一嘴，老铁们啊，谁能给面子，老铁们，家人们？听着，我听到谁哭了呢？感谢棒棒，老铁们就一个土拨鼠都不舍得吗？家人们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土拨鼠帮快来一个，家人们。感谢军一哥，谁哭呢？感谢花子姐，还有小孩声呢？是小孩声吗，老铁们？啊！这微电影刺激，给我点上关注，哥哥。没有关注我的哥哥姐姐，给我点点关注。这么快就生孩子了，呵呵，谁生孩子？我能生吗？恭喜哥，别闹！在哪哭呢呀？在哪哭呢呀？谁把小孩扔这儿了？咋的呀？啊？在哪哭呢？下楼就对了，我知道你们关心我，担心我。在哪哭呢？怎么还有孩子呢？听着像一楼，我听着也像一楼啊。在哪哭呢？
黄旭一哥，我操！谁家孩子？谁家孩子？离我特别近呢。在哪儿哭呢？大爷，谁家孩子？弃婴？谁扔这儿的？妈呀！大爷，告诉我弃婴这里面。啊？找着我找着啊！欢迎星儿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孩子在哪儿啊？大爷，在球那屋，在游乐园那屋。用没门票不行啊，哥哥们理解一下子，饿呀！我开出挺远，费用钱都整不出来，理解万岁啊！谢谢你们。在球这屋，在球这屋，在球这屋，在哪儿呢？那应该就在里边啊，那应该就在这里面，家人们，这里面有磁场，感谢我兄弟啊，走，听着没，家人们再次扣个一，家人们家人们再来扣个一啊，好朋友们，就在这里面，老铁们再来扣个一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！大爷让我把孩子抱走，老铁们咋整？啊？老铁们，大爷让我把孩子抱走。孩子。孩子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，孩子？你在不在？你现个身呗。你在哪儿呢，孩子？地上有个形状像小孩儿，搁哪儿呢？你在的话，你动一下。哎，动了，动了！我操，动了，兄弟们！孩子，你要在的话，你再动一下。再动一下。我操啊！老铁们，这里面真有个弃婴，兄弟们。啊，大爷让我把他救走。啊，大爷让我把他救走，兄弟们。啊，老铁们，咱还救还是不救，兄弟们？
旧英灵可是圣道七级浮屠啊，兄弟们！可能是让你为了救这孩子，是不是？旧英灵可是七级浮屠啊，我们还得做法，家人们。老铁们就得扣个一，兄弟们！先扒拉一下，我被他踩着，他现在是英灵，他没了，他没了已经。老铁们，咱就得扣个一，好朋友们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孩子，你再动一下，来，孩子，动了，动了，看到没？你再动一下，你在里的话，你动一下。感谢天涯哥，真在里面呢。谢谢天涯哥啊。我操！哎，孩子，一个孩子，笑哥，一个英灵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，要不然咱家老铁也不可能让我上楼了，兄弟们啊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，兄弟们？是你哭不？是你哭，你再别动了。不可能是骗我的啊！不可能是骗我的，应该是有个弃婴啊！旁边全是村子，来直播间说的哥哥姐姐们想救这孩子，扣个一，家人们。毕竟是个孩子啊！我问问老仙家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老牛对的，扣个一，兄弟们。问问老仙家不就行了吗？等会儿啊，请老仙家啊。我们都看到他的心脏的，我们都看到他的，看到他的心脏的，我们都。来，老铁们，恭迎老仙进来，兄弟们。有什么事找我？老仙家，我想问问你，这里面是一个弃婴吗？都死多少年了，你管这事儿？想救也不是不行。老铁们，怎么说的，兄弟们？我们都管他的心，他们都管他的心，他们都管。老铁们啊，老仙家说了，想救的话，也不是不能救，这也是一份大功德。老铁们啊，来，家人们想救的扣个一，来，兄弟们啊，想救他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老铁想救他，兄弟们啊，是一个孩子，他毕竟是一个孩子，兄弟们。他毕竟是一个孩子，家人们。是不？我跟你们说，家人们啊，你要如果救了他的话啊，他会对你有大恩大德，兄弟们。如果你要不救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说不上啊，明天会出点啥事，兄弟们。这就是缘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不是我那人吗？这是我们做功德，家人们。来。想救他的，咱助助力来，家人们。20万票，咱给他救走。要不然咱家老铁也不想让我进去，不想让我干了，太危险，楼上太危险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来带个头来，家人们。家人们带个头来，谁想救他的兄弟们带个头。感谢我杨队的助力啊！谢杨队，助力一个52的特效。感谢我杨队的助力。后面的哥哥姐姐们啊，不管你们多大的票，兄弟们啊，都是对这孩子帮助。你看我怎么把这孩子给收进去啊，给他带走的，老铁们啊，救他，超度他。
功德无量，兄弟们还有没？咱们一起出出手来，把他带走。不管你们刷一分钱还两分钱，都是你们在助力一家人们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啊，对这孩子帮助，感谢我姐助力的一个啊，王总，谢谢我姐，功德无量，踩踏一万票，老铁们，功德无量，姐姐，欢迎我兄弟陈阳啊，欢迎我直播间说的好朋友们。直播间兄弟姐妹们啊，谁？我就一哥，功德无量，啊，钢琴练曲 ，OK 了，够了，姐哥啊，然后功德本上会把你们的名字啊给记下的，这点你们放心，啊，这点你们放心，正好是28万票，兄弟们啊，28万票，啊，其实还差10000多票都无所谓了，是不是？不行我来补。然后我抽完这根烟啊，哥啊，谢我哥啊。然后一会儿我抽完这根烟，兄弟们啊，我会做法啊，我会做法，把这孩子给收进来，把这孩子给收进来啊。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你们花门票进来的都是对他们帮助，功德无量，就一哥啊，还有我姐。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你们再的扣个一，打上功德无量，咱们一起来超度这孩子，帮助这孩子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，打上功德无量来，兄弟们，哦，这都是他的缘分，啊，这都是他的缘分。所有的好朋友啊，你们在我这直播间花门票的好朋友，啊，欢迎月宝，啊，你们打上功德无量啊，你们的福报会增上的，家人们啊，打上功德无量，然后我会做法把他给收进来。家人们好不好，我会做法把他给收进来，兄弟们啊，然后啊，让老仙来超度他，兄弟们啊，我好两口烟抽完啊，欢迎我8795，欢迎 S 一男，欢迎我郑先生，欢迎我直播间的每一个好朋友们啊，没有关注我的好朋友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我来召唤他啊！我来召唤我的宝葫芦。我现在有点迷糊，我现在有点迷糊，家人们啊！待会做法的时候，你们打上功德无量就 OK 了，让老仙仙能记住你们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打上功德无量，家人们啊，打上功德无量，嗯，燕儿姐功德无量啊，哎呦我操，我真迷糊呢，我站不住了呢，啊，站不住了呢，家人们，有点迷糊呢，咋的了？不要被遗弃了，投胎个好人家吧，不要被遗弃了，是不是？哎呦我操！我心直突突啊，真迷糊，心直突突，真迷糊，兄弟们啊，欢迎图图啊，我们都关灯心，他们都关灯，我们都关灯心，他们都关灯，都关灯，我操，等会儿缓一会儿啊。
缓一会儿啊，现在我现在难受。可能老仙在我时间身上待时间太长了。怎么回事啊，欢迎朗月。不知道吧，我站不住了。但放心，我今天我必须得救啊，必须得救。我得用我的法力啊，来把宝葫芦给召唤过来，然后我才能收他。我说对吗，家人们？感谢可儿的助力，谢可儿。心慌难受啊。做俩的啊，我做俩柱子啊，操你妈的。休息一下，就是迷糊啊，恶心，老难受了，老难受了。欢迎燕儿啊！欢迎我直播间所有朋友们。感谢零二三，来老铁们，有点有幸运礼物的兄弟们啊，有幸运礼物的兄弟们啊，咱们一起助力家人们啊。关门的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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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大山工作无量，兄弟们啊！大山工作无量，家人们啊！关门的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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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该收他了啊！我该收他了啊！来，走，走，大成功的无量，家人们来，举一个，一会儿也大成功的无量来。
OK 啊，来，家人们啊。欢迎新郎王宇啊，咱们看这孩子在没在这里面啊，让你们看一眼啊，这孩子在没在这里面啊，兄弟们，来里边再看兄弟们啊，孩子在的话你动一下来。幅度有点大，肯定是在的，兄弟们啊，肯定是在里面的啊，家人们啊，来，别怕啊，孩子，别怕啊，啊，来，别怕啊，孩子啊，太好了，必须的，兄弟们啊，来，你要在的话，你动一下。别怕孩子，动一下来。害怕，他有点害怕，兄弟们啊，等会儿啊，我得把光调一下，他有点害怕，家人们啊。这里面那个没有坏人了啊，坏人他就在楼上，他出不来啊，出不来你放心来。来，在的话你动一下。来，看着的老铁们扣个一来。在的话你动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啊，叔叔带你走啊。可怜的孩子。从那走，这边他妈太弄了。姐啊，好那个俊逸哥，啊，工作无量啊。哎，大爷呢？大爷他妈走了，啊，大爷他妈走了。父母真是的，生完给，哎呀，这以前那个年代啊，生完养不起的正常啊，生完养不起的正常，扔了正常，尤其是农村。姐，我说对不？啊，我姐这个年龄还有我哥这个年龄都应该赶上过。生完不养的扔了正常，太多了农村。真的，